在这边。对，它是白色的，中间是单发，单发，这样子是连发。哦，对，那你可以先试打单发看看。OK。对，然后拉枪机就可以直接打。对，来往左边拨。没事。OK。这是你们第一，我们第一支枪，第一次成枪的。对对对。那它的成枪名称叫做什么？我们如果真枪的话，它叫做 Tech Nine。对，啊，我们公司的编号是 KT101。KT101。对对对。那它主要特色是什么？它主要特色是第一个，我们 Hub 手就可以调了， Hub, 在这边。哦，这边哦。对 对, 對，一个齿轮。对对 对, 對，很浅显易懂。对对，然后再来说，它真枪原本就只有半自动。半自动。对，然后我们就给它全自动跟半自动可调。哦，都可以调。对，然后弹夹也可以装55发左右。55发左右。那这个弹夹的话是你们特规的吗？对，我们特规的，因为没有其他枪的形状长这样。哦，对，那我们上面也都是整个钢板的。哦，钢板的。对，都可以吸这样子。哦，直接可以吸这样子。对对。那我们买的话会送一个转接头。转接头。对，你们可以做你们喜欢的，例如说这种都可以直接上去。哦，就是消音器、对内压器都可以装，加这一颗这样子。哦，14逆压。对，14逆压。14逆压。对，然后都双边逆压。双边逆压。这样你不会说永远转不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一款的话，基本上我在游戏看过，就是很像 CS:GO 里面。对对对，很经典，可是却没什么人注意到它。在台湾好像从没看过这种枪出厂过。对对对。就是我们发掘到这把枪。蛮有特色的，对，因为以前很久以前日本有嘛，不过那时候整个效能都不是到很好，对，那我们就自己重新设计一次，然后推出来这样。那这样我想问一下，它的售价现在目前多少？尾端售价可能在9000左右。9000左右。对对对，已经上市了吗？还没，还，我们在招商。哦，还在招商。对，然后如果各大通路如果有相中的话，那以后大家都有机会买到。哦。对，它整支都是 MIT 的，台湾制造的嗎。对，所以台湾制造人都不用担心零件的问题。哦，就是如果有零件损坏那些，对，可以来找你们。然后我们公司也可以修。哦，公司可以修。那这个是已经是拿到原厂还是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原厂的公司已经拿不到授权了。哦，拿不到授权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是一间，这公司已经基本上已经没了。哦。对对，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型号这样子去做。哦，自己做。对对对。了解了解。对，感谢我们的肯顿科技有限公司帮我介绍这个最新款的 KT101。感谢他们。